场就考试了，你们几个带锅铲来学校了吗？咦，对了，忘记带了。考试不带锅铲，跟上战场不带枪有什么区别？学学人家小品，你以为他手上戴的是手表，其实这是一个小型电饭煲。你以为他脚上穿的是长筒靴，其实这还是一个榨汁机，可以先榨水果。他身上每个部位都是意想不到的厨具。我昨天怕考试忘记带鸡蛋，所以抱着蛋睡觉，没想到今天这两个蛋孵出小鸡来了。现在是西红柿炒手鸡，先起，你看做几个。你的题目是做一碗香菇炖鸡面，但是你这些五颜六色的蘑菇是哪里采的？有十条命都不够你吃的，零分不及格。小皮，你的题目是麻婆豆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做饭讲究用这才是料，这位是我的邻居，名叫麻婆，所以他们加在一起就是麻婆豆腐。哦，小皮你也偏题了。苦饭，我还做了附加题，我还准备了一道虎皮青椒。虎皮青椒，你来